大气候，依老臣之见，莫若再降到招安的旨意，就封他个齐天大圣的空衔，又何不可呢？陛下，臣的意思是叫他有官无禄，有名无实，也好约束于他，免得再生事端呐。哦，烦劳你前去通禀，就说金星奉旨前来请他。老头，上次就是你骗了我家大王，这次不见。我这次来，是请他上天做官儿。做官儿？还是那个养马的官吗？不不不，这次是请他做齐天大圣。齐天大圣？我家大王。有劳有劳，起刀门，大圣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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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圣，老行军此番前来是讲和呢，还是讨战啊？不敢不敢，前番都怪李天王贸然兴兵，什么？与小仙无干呐。哦，是小仙奏明玉帝，这才免动干戈，派我前来传旨，请大圣上天。是不是还做那个弼马温？不是。不不不不不，小仙今日是奉玉帝的旨意来请大圣上天受封，就任齐天大圣。可不是骗我。大圣尽管放心，随我前去。大圣，此番若再有差错，就拿小仙问罪便是。哦哦，老行军厚爱，多谢多谢啊。好好，请。大圣请。大圣，你看，这是万岁特命为你建造的齐天大圣府。今日在凌霄殿上又赐你金花玉酒。大圣，此番可够风光，够荣耀了吧？
老新君，亏你保举，如今老孙在天上也有府地了。啊，来来来来，陛下，那齐天大圣每日闲游，结交天上众星宿，不论高低，称兄道弟，呼朋唤友啊！陛下，长此下去，只恐闲中生事啊！速去宣召孙悟空，命他掌管蟠桃园，免得他闲来惹是非。是。蟠桃园，好一座蟠桃园。怎么有空到这蟠桃园来啊？我奉玉帝差派管理蟠桃园，特来查看呢。你是何人呢？说说。我是这园中土地。哦，大圣奉旨前来，就请过目查点吧。大圣，这园中共有桃树3600株啊！大圣，这前面的1200株，3000年一熟，人吃了可以身轻体健呐。大圣，你看，大圣，这中间的1200株是6000年一熟啊！大圣，说说，你看。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啊！长生不老。哎，大圣，大圣，快来，这后面的1200株，9000年一熟。人吃了以后，大圣，人吃了可以与天地同寿啊！与天地同寿。不可擅动啊。老孙困倦了，你且到园外看守，让我在此歇息片刻。好，小神告退。